各位和平谷的乡亲父老们，龟大仙即将要选出神龙大侠。啊，你不会看呐、啊！别吹，别吹，我一定要看到神龙大侠。你都把我搞糊涂了，你好不容易才梦到了汤面了，说。骗你的啦，爹，我没有梦到汤面。我爱功夫。算了吧，儿子，还是乖乖回家卖面吧。好吧。是怎样啊？你在指什么啊？哦，对哦，对不起，我只想看看到底谁是神龙大侠。真有意思。龟大仙，你是在指我吗？是他。谁？你？我？老天有眼，神龙大侠终于现身了。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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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等，慢着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大仙，请稍等。那脑满肠肥的熊猫绝对不可能是神龙大侠。你本来要指汉蛟虎，是那个玩意儿突然从天而降，那只是个意外。